他看到磨牙造成四颗牙齿掉，你会觉得是合理的？我们这个谢谢了哈，我想这一些都是比较细的细节，我觉得你们讨论我非常感谢哈。男童凯凯虐死案，保姆由儿福联盟签约转介，召开记者会说明，面对提问多次回避，还不时苦笑。如果各位有想要了解所有的细节，好，那没关系，那好，那你等一下，我们你可以，不然我们执行长特别留下来跟各位讲这个所有的细节。两人不时面面相觑，让许多人感到不满。好像社工还有帮忙解释哦，说保姆真的很爱孩子。我，这个角色好像他来做有点奇怪，会不会是？所以这个就会回到我们，就是又要再我觉得现在讲这些，我也没有办法帮社工讲什么，那我也不行。我觉得就是身为就是机构的执行长，我们就会再加强训练，好不好？另外，儿福脸书把封面照换成全黑，表示哀悼，大家依旧不买单。近20000网友灌爆留言，希望儿福可以受到严惩。有人说不用换图，情绪勒索，只想要访视记录的真相，竟然还跟记者说，孩子刚开始换家庭、换环境哈，比较不好带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外界大家的感受是什么？你觉得这孩子是因为他会被打，是因为他哭闹吗？曾经历侄子遭虐身亡的王维君情绪激动，痛斥儿福记者会高层出面却不停甩锅。一岁男童遭虐身亡，全民怒火，看到儿福联盟的态度后更加难以平息。三立新闻刘胜雄台北采访报道。